订的是下午1点多火车，这不是中午在胖来吃个饭，还点了个串还没有上来，我们俩先这样吃着。我们俩现在已经到新乡站了，准备进站去看这一包吃的，这一包吃的全是我妈给我整带着吃的。完了，我们俩现在过去。车终于来了，还晚点了20分钟了哈，姐。对。小吉，在干啥呢？小吉。啊？我们俩没有这个住到一起，小吉在这边睡。我在前边睡了一晚上，哈尔滨终于到了。感谢您选乘火车，还晚点了10来分钟。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旅客列车下。我们已经下车了，好冷呀！是，是不是？我穿那个还冷呢。哎，我穿的更冷。下了火车直接来找我叔了，是不是？晚上跟我叔一起来吃个饭。你找把叔叔进一个门，右转进一个门。人真多呀！是。你还是大舅，我妈，大舅到。啊，别干，别干！我一半儿去。你看人家我昨天给我烤串儿去了，来不来？龙潭卷烤串儿。